大家好，今天更新一个新的工作室，免税店贩卖相关的工作。工作地点呢是在东京都大田区，工资给予呢是21万起，日语要求是日常会话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详细来公司这边了解。然后这边的说明会呢是上午的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的15点，到时候会有详细的会社信息，当天可以预约面试。